我是 Miranda 卓。我目前呢是以景观设计还有生态导览跟园艺治疗的部分为我的主要的领域，但是呢我之前的背景是行销企划，那也就是说其实我离开行销的领域，就是我现在在景观的这个领域大概已经3-4年，那在这个领域之前呢是行销企划，那从待过的公司是 HappyGo。HappyGo 当时我们在的那个年代已经冲到大概600万张卡，那目前我所知道是号称1000万张卡了，那这个卡是不重复的，所以有人就在戏称说 HappyGo 的会员都可以去选总统了，所以对，那里头其实行销的人对他的这个叫做什么impact，整个产业的 impact 应该在说，其实它虽然很低调，但是事实上它拥有很多的消费行为的那个资料的累积，所以要玩 data mining 的呢，大家其实可以朝那个方向去多探索。虽然它的对外的这个资讯是不多的，大部分都是里头的 merchant 可以获得相当的这个 support 这样。那因为离开了这几年，正好是网络的工具蓬勃发展的部分，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再来学习很多的新的这个工具，那请大家多指教。